Dr. Lu， 先在这里哦，相信很多人哦还不认识你，你第一次哦出镜哦 ，OK 啊、很荣幸的邀请到你啊、今天哦来跟我做这个 live 啊，哦，因为你先自我介绍先 ，Dr. Lu。大家好啊，新年快乐。我是 Dr. Lu 啦，是一位内科专科，还有肾脏专科，差一个八神一间私人医院做工啊。嗯 ，OK， 哎 ，Dr. Lu， 因为我找你我都知道哈，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哈开始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鼻翼的鼻翼的产品，鼻翼的那个 Aras Pen 啊？还有甚至其他的产品，你是如何接触到的？开始的时候哦，这个啊，这个就要、啊、OK 啊，这个有一点一个故事里面都听过了的啦。其实这是我太太的事情啊，因为几年前啊，她已经有了那个背痛问题30多年嘛。嗯啊，当几年前我还在政府院做工的时候哦，也带他去看专科医生治疗了。他背痛很厉害哦，说有时候很辛苦一下。然后我们查到了照了 X 光那些哦，他说是S 字型啊，我们叫 scoliosis 哦。然后我们就问有什么方案啊，他就说这个就比较麻烦，如果能够开刀呢，其实更容易解决，又不能开刀哦。然后吃止痛药长期，然后我是肾专科，我说那个不可以用啊，吃长期止痛药也是要坏那个肾了，然后就没办法了啊。那个医生就讲可以啊，去尝试物理治疗，我们就是那个叫 chiropractic 物理治疗，试了3个月，某些人是可能反应会好了，但是他的反应是每次去做就痛，我还要准备很多那个 tissue 啊。我陪他去嘛，一个礼拜3次哦，然后过了3个，我问他，哎呦好吗？好像酷多过好的，然后回到家要做 hot pad cold pad 哦，然后就是没办法了，就是我们放弃咯，然后自己疗咯，治疗咯 hot pad cold pad， 然后我就去那里听说那里的药膏好啊，药不好啊，就给他粘啊，台湾的啊，美国的、啊、都拿来粘了啊，然后。直到哦，有感谢啦 ，Angelo 啦哦，Angelo， 他的上线哦啊，那他旧同学啦啊，过来给他试看这个Aurora Condensee Pen 啦，那时候他问我都讲，这么贵的，哦，裤子罢了，贵过我的名牌衣，哦，然后还贵过名牌 bag。然后，但是想想看哦，哎呀，之前花的钱更多咯，哦 ，chiropractic 啊，那种是那种物理治疗也不便宜哦，那些都要整几千块啦，哦，我说哦，好了，试看，好、哦，但是还是怀疑啦，我说不整也没有用的啦，试看咯，啊，试看，然后2个礼拜后，我看到有效果，不痛，啊，但不痛我也开心啊，不用帮他捶背嘛，哦，之前这么好哦，哦，常常要帮他捶背的，我也是要做很多工作的。等一下你们听啊 ，OK 咯，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接触了、哦、OK， 然后 OK， 这样子 Dr. Lu 想问一下，哇，他讲到哦，以前是我们两夫妇其实都有一点的小毛病，我是已经有30多年背椎骨侧弯的问题而改善嘛，这样子 Dr. Lu 这本身也是。有他的很健康，但是有一点点小毛病，医生也是人嘛，有没有？所以啊。他的你是什么样接触你开始说你是怀疑嘛，你是不敢接受嘛，为什么你会不接受呢？开始的时候哦，开始的时候、坦白讲呢，我在医学界里面的所看到的那种眼红外线啊发炎发炎那个治疗呢它都是在于仪器方面的像我们急性病人也是用眼红外线的灯光的哦，在台湾比较流行啊，那个灯要照他手，那个手的血才循环嘛，循环他的根就比较通哦，然后还有物理治疗啊，物理治疗是也是有灯哦，也是要一个仪器那个灯眼红外线灯来照，照到这样才会止痛啊，然后OK， 如果是说他的穿到比较紧紧窄窄这样有压力啦。我讲，我也看过啊，我们的
那些病人中风啊，血液不行，还没躺住，那边也是要有一个叫做医疗啊，那个叫做我们的英文叫 dead stocking 啊，一个画很长的画子套上去了 compression stocking 啊 stock 哦是咯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的那时候啊都都是这样的东西啦，都没有想到哎有这个这么那个 compression stroke 很硬的咯，很粗的咯，然后很多病人都讲很热然后痒啊，然后我就以为这个也是跟他一样啦，哦，但是看到他穿的时候，哎，那个他看到那个布料啊，这么轻啊，哦，这么，我说那也可能会一个布会发眼红外线呐，哦，然后就深入一点去找那些医学那些 research 啊，那种 article 啊，他们那个报道啊，看到美国那个有名的research 报道，也是有很长篇的那个报道，但是。之前的报道是专门讲灯啊仪器的，嗯，后来慢慢的看到有讲布料啊，布料真的可以放陶瓷下去来发眼红外线，嗯，哦，然后现在那个我看那个阿迪克是2012了，嗯，所以说这样多年啊，看就是很佩服那些日本科学家哦，能够研发到这么先进啊，嗯，哦，那时候我就才开始想，哦，这样子啊，可以值得相信了咯。就拿去尝试，哦，尝试。刚才他才问到有什么毛病啊？因为医生有时候很坏蛋的，说自己很健康啊，没有事啦、啊。你背痛啊，我那也背痛，哦、不用传的啦，不用传那种阿罗拉片系列，真贵我讲。然后呢，他买来送给我穿，哦，有男装的了我才肯穿。那时候穿了，才发现哦，其实。我有些老毛病啊，小毛病啊，但是也是很烦恼一些的。每天晚，有时候晚上突然间抽筋哦，就要叫醒身边的，叫他做急救。什么啊？你看哦，以前哦，我们两夫妇的晚上的动作哦啊，不，床上的动作啊，不要想歪啊 ，OK 啊？哦，是什么东西？就是当我。因为我是每一天疼痛背椎骨疼痛的问题哦，他就要帮我捶背，然后呢，他是抽筋的问题，脚抽筋的问题，我就要跟他什么脚底按摩，什么还要跟他做 pushing 哦，每一天哦都要做这些这样子的动作。还有一样呢，就是啊，都是自己本身哦，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关系啦，所以整天都会有面对一些工作的压力，然后他是比较说。睡眠的都不是睡得很好，然后有就是不能沉睡，就是example 比如说 hospital 打电话来过后哦，他很难再睡回去的啊。其实啊，老实讲啊，我是一个很醒睡的人哦 ，OK， 只是中的一个电话，他 uncle 等于我 uncle， 我陪着他的 uncle， 所以一通电话哦，他就很难睡，甚至到两个小时后他才可以再睡回去啊。所以这样子你是如何改善你这本身穿了这个 R series 你是怎样改善你这个问题啊？哦，穿了这个 R series 啊，顺便讲一下啦，要一段时间啊，不是变魔术今天穿明天就好啦，我穿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大概有整个月左右了哦。啊，那个晚上那个电话医院来电话哦，啊，我是有时太过担心，一直想做那个问题啊，啊，真的不能睡。但是有了这个衣服，啊，就那个裤子那种啊 ，Aros Contention Series 穿过一段时间后啊，啊，晚上又是穿着睡觉，啊，就比较容易睡回去咯。明天起来做工就有精神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哦。嗯。因为真的是我们已经有这个医学的临床验证哦，穿着 Aurora Series 的哦，对我们这个睡眠的品质哦，已经有这个critical proven 了啊，甚至哦都是知道哦工作很忙碌哦啊，所以今天的 live 哦也是要抓住他人才能够哦去访问到他的，因为工作忙碌关系，整天都是睡不好，甚至什么呢睡人都会比较累，有吗？但是我自从我看到Dr. Lu自己本身穿了这个 R series 过后哦，你的人会怎么样？你跟大家分享吗？还有其他的改变啊，哦，
就是人会比较那个夜尿啦，也就我其实晚上之前要起来有一段时间严重要四次去小便了，当然医生会检查自己啊，就是问查看是不是那个前列腺哦，那有照过扫描会有什么问题啊？有可能是那个 aircon 那个冷气啊，又弄到那个尿袋比较 sensitive 哦，就容易就只要去厕所，但是有穿了这个就慢慢减了，一直平去厕所也是影响睡觉啊，睡着了又再起来哦，后来慢慢进步到两次、四次、三次、两次啊，有时候一次，有时候就睡觉天亮。这样就改善了咯。然后接下来人就比较精神了。以前我驾车啊，尤其远程的路啊，要准备最重要是要准备一大包花生，哦，零食。然后太太 Catherine 又是要很看着我，看到我打瞌睡的时候要叫醒我。我那时候也是个问题，但现在没有了，可以驾比较精神了，驾不会一直驾车打瞌睡了。还有你有看到什么的问题啊，让你更加相信在你们的这个医学界里面呢、啊、这个远红外线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只是穿在身体罢了嘛，有没有OK 啊，这样子除了哦，除了 Dr. Lu 想知道啊，除了我知道哦，你除了穿我们的 R C 的时候而改善了啊，哇，我们今天很多的朋友在线哦，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哇，杰尼斯也讲到 Dr. Lu 变靓仔了哦，对对对，我用那个 B1 的洗脸霜，你看那个小小是蓝色的什么？我们的 B1 产品、，OK， 真的是不但是现在哦，Dr. Lu 哦，他比现在比任何人更勤于穿我们这个 Aurora Series。其实哈、哦，要让一个西医啊去相信哈、啊，要真的是要相信哦，类似这样子的产品啊，或者是 MLM 的产品哦，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来的啊，要他相信，因为哈、哦，医生都是什么要看什么，要看证据，要看数据，有没有？所以他不开始我还记得哈、哦。当我要去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其实 Dr. Lu 已经跟我做一些 research， 也看到哦，原来这个科技现在我们现在穿着这个 Aurora Pen 的科技哦是这么的不得了哦。除了 Dr. Lu， 除了你有穿着我们的这个 Aurora Series 啊，其实我也知道哦，你也用了我们公司的什么产品？哦，其他的产品好像 Befuel 咯、，Befuel 还有许多多咯。我天天都吃两包，十多多才去做工。哦，还有皮具也是每一天就有使用啦。OK， 这样子，现在很多在线的朋友也是很多人哦，都有一些的很怀疑啊。哦，其实很多人都是很怀疑说，到底哈、哦、你们所讲的这个裤子啊、衣服啊、R系列说啊，对这个身体这个远红外线这么的好哦。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啊，有你多多有你这本身啊 ，OK， 有你这本身在你的医学专业的角度来看呐、啊，你有什么的鼓励的话，让线上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知道，给他们的鼓励的话。很多时候呢，不试过可能不知道哦，好像我处处一点点抗拒了哦，又觉得很麻烦了。但是如果你穿了一段时间呢，你就变了。生活的一部分变得很自然的如果没有穿着那个阿罗裤子出去，好像不对路这样了不试过就不知道了也要问对人哦。好像有时候比个例子说啦，医学界里面也是有常常有病人问我跟我讲哦，或者他我发现他血压特别高哦，他就讲其实不是我不大爱吃那个药啊，因为朋友讲那个药弄到会坏肾的，然后我跟他讲，你的朋友是做什么医生的？他说他朋友是卖鱼哦，卖猪肉咯。我跟他讲，你跟你哥讲猪肉的事情，猪肉的价钱啊，不要再讲这药了，因为反过来说，很多医学先生是血高要保护那个血压，保护心脏，反而是会保护那个肾，好像。所以说有时候要问对人了。然后要传到要正统的啦，不要说
听到哇 ，Loss CD 这样好，这样好啊、哦嗯，然后去买到，不是、嗯、不是那个，因为这个是真的是要，讲讲，一定要有这个 condensee， 然后它的那个要原装的啦，原装的。对，因为为什么他都得都会强调原装？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因为他看到很多身边的朋友，除了我。OK， 除了他的另外一半 ，OK， 我的家人，比如说我的家婆啊、也改善他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的问题，还有我的孩子也是有这个什么呢？也是有这个水肿的问题而改善，甚至和很大的 bonus 他也是说省下来啊，哇，不少哦，那个瘦了5kg 了，15kg 不是5kg 啊，我的女儿是说15kg。他是讲五 kg 是他自己啊，以前有大肚腩，以前是有大肚腩，现在哈、越变越帅了是吗？因为真的是R C 的不单只是能够帮助我们哈、把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那个毒素，我们不要的废物排出来，甚至哈、小水肿啊、染色脂肪啊，如果你们要再进一步的了解哈、改次我们会再开另外一个 live， 会跟大家的详细的去解说。好 ，OK， 这样子，你东东你还有什么一些的鼓励的话要让给大家知道吗？预防。肾移治疗了，因为我们肾脏医生属于是治疗那些已经末期的病人了，已经很严重伤害到了，所以那个预防保护健康是预防肾移治疗，然后会便宜过便宜过去治疗那些已经肾坏啊之类啊，这些是非常贵的然后这个可以把这个现在的科技能够，因为这个眼红外线、眼红外线它会给我们英文叫 microcirculation 我们身体那个血液循环会好microcirculation 是很重要的，它是很多病的病因，如果那个 microcirculation 有 block， 有好像有填尿的病人的不顺也是有问题，但是我们健康的要保持它更加健康所以说可以24小时穿在身上的，不用去找那个机器，是很方便的事情咯。然后这些是有在日本已经很多年的医学他们的研究的发现了。OK， 好，我今天哦真的是你很多一些同学很多都在线听在你在想你还有什么一些的鼓励的话吗？要跟他们讲吗？或者是你要跟他们再让他们更清楚的了解 ？OK， 刚才有问到 Dr. Lu 他有刚才也是想到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听到很多人就是吃药会伤到肾脏什么这样子改一次真的是下一次的live 有机会我会再邀请 Dr. Lu 为我们分享说如何保护这个肾脏OK， 大家呢守住我们的 live，OK 守住我们的 live，OK 好不好今天呢我们的 live 就做到这里了 ，OK 就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帮助到你们呢，就麻烦你把这个 live 呢share出去给更多的朋友把他们的健康找回来，因为健康一个人的健康其实是关键到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是和一个要做一个负责任的要负责任的人OK， 这样子我们的 live 就做到这里在这里也是今天也是大年初十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十全十美 OK， 心想事成 OK， 谢谢大家 OK， 拜拜。